7月6日，第24届台湾金曲奖颁奖礼完美落幕。相信音乐公司艺人乱弹阿翔、白安、佳佳等人皆有入围，但最终却只保住了五月天的最佳音乐录像带奖和阿翔的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两个奖项。即便如此，公司依然大办庆功宴，鼓舞士气。五月天玛莎更现场讽刺阿信未拿到最佳作词人奖来勉励两位师妹，真是典型的重色轻友。可是大家最看好的那个阿信的作词还是没有，对，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气馁过这样，所以大家两位也不用气馁，要气馁的话前面有人会先馁掉。乱弹阿翔拿下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领奖时一时激动竟现场爆粗口。庆功宴上，阿翔面对媒体语无伦次的尴尬解释，只向众人道歉。因为想不出要讲什么，所以先那个真情流露。对，先对，就稍微对，后来我才想到我怎么讲那个，那没关系啦，就那还好了哦。还好。阿翔今年才加入相信音乐，虽然年纪一大把，却成了白安、佳佳名副其实的师弟，让他直呼最菜，现场求饶不要当跑腿的。结果我最菜。要以后都叫我去买东西，会不会？看大家一口一个阿翔老师的叫着，跑腿这工作看来您是赶不上了。